大家好啊，我是工商铺的 Tony。 今天带大家去看一看皇朝区一个四个单位已经打通了双连的写字楼租盘。来到大厦的大堂就十分舒适，十分之简洁。大厦入面就有六部电梯，分别去到高低楼层区域。用户方面大家都看到都有很多的政府部门和银行机构都是进驻这栋写字楼的。推介给大家就是中层四个双连已经打通了的单位，总共是6266尺。咁单位入面已经是有基本的写字楼装修，有独立的会议室，亦都有多个的工作室，咁亦都有足够的储物空间。而单位入面亦都是有内睡位啦，可以增设茶水间添。而四个单位的朝向都是正对住宋玉生公园，其中有一个是属于单边位，可以望到观音像，望到永久海景添。